你觉得刚才这位选手能不能打得过我？你们觉得？我觉得有的打吧，有的打。他毕竟段位也很高，我的水平也不差。有的打啊。耍赖，我怎么就耍赖了？我都搞不懂啊，我怎么就耍赖了啊？本来想玩生与死轮回不止，但是没这个瑞文有点嚣张啊！他顶着我的三个远程兵跟我打，他学的 E，Q 他，我们到二级再跟他打啊！现在不跟他打，他有护盾，他只要上前我们就 Q 他。红鹿，你敢靠近我？这波他肯定 E 上来砍我或者打兵，我先 A 他。哎，我这时候再 Q 你，你痛不痛？好，走，转了就跑啊！不要摊平 A，摊平 A 这个小兵打你很痛。你是再 Q 你，这波我马上二，注意看啊！一下没打到，无所谓，不亏啊！抢二耗他一波没耗到，他带的是多兰盾，Q 一下。不亏的呀，这波好像有点小亏，但我吃瓶药啊，他没药了，我插个眼，他打也是盲僧，我转一圈我就跑，啊，转了我就跑，我跟你打，你没护盾你吃，你没护盾你吃，下一波闪 Q，你不死啊，没护盾了就死了，他有护盾我们不打，因为他护盾会消失的，你把他护盾 A 了你不划算啊，你有 A 他护盾的时间不如来走位，好，这。而且他带的还是 T，他带的 T，他跟我鳄鱼这么皮，不带盒子。他如果带 T 的话，他就不能跟我打一波，哎，就必须得绕。我们买两个长剑，对他一手面板输出。这个版本鳄鱼要出这个啊，大弯刀20 CD，再加上一个这个。20 CD，哎，40 CD 就很厉害。我点的是很暴力的打法，没有点鞋子，没有点 CD 和鞋子。给个眼有没有？晕住，快跑！我掩护，挡住，用身体挡住。啊，好，行，没事，我用身，没事的，他踢不到。踢到他也不能进来，进来就被我们秒了，1-1平，我这边是优势。瑞文被我吃到一个头之后，他就没法玩了，他彻底崩了。因为我这个英雄呢，在前期特别是三级之后会很厉害，因为我的小技能连招太赖了。他跟我换是绝对赚不了的。你看他现在非常的猥琐，他打一个钱，他上来我们就怎么 Q 他，哎，就 Q 他。你也不需要 A 他，就 Q 他，小兵不会打你，你再上前就 A 你，就荒咬 W 咬你，你再上前，哎，想吃这个，那咬住，好，二段红怒不要用啊，你二段 E 不能放，二段 E 放的话有红怒就没了，红怒没了鳄鱼就太捞了，有怒气我就是爸爸，没怒气我就是儿子，所以我要一直做爸爸，保持怒气。不放，哎，二段 E 不放，我们的怒气只会用在 W 和 Q 上面，尽量用在 Q 上面。E 技能绝对不能用红怒，但是第一段 E 它是不会触发消耗你的红怒的啊，但是第二段会，所以要当心。这波在塔下，我可能会冲塔强杀他，即使把我换掉，我也是愿意的，因为他很伤，而我却很赚，免费回家。但是这个不好杀，我们先靠近他，骗他技能，哎，给他把晕放了之后，咬住荒咬带走，哎，你看看，我满怒啊！刚才瑞文这么多血，带一个多兰盾的瑞文，他被我瞬间打死了，我连二段 E 都没有触发，他就被秒了。你想想看，这个伤害有多高？感谢韩某人的爹送上的飞机，为什么会伤害这么高？就是因为我有满怒，鳄鱼满怒，在这个游戏里面。你不要尝试去找一个英雄跟他对比，打不了的啊，我就这么跟你讲。
全撸啊撸，只要我鳄鱼满怒，没有任何一个英雄可以锤得过，你信不信？我知道你这时候在想，哎，有哪些英雄呢？想了很多，对吧？啊，你肯定想找到一个能够打赢我满怒鳄鱼的。哼，对不起，不存在的。先来一个这个东西，再来一个草鞋，再来一个，不行，这把要出水银鞋。他们下路两个控，上路一个控，中路一个控。厄洛伊掘墓，六级之前好吧，不谈大招的，不谈大招，就六级之前，我一百怒加点燃。好，我们就比一下爆发，就这种，因为你有这个阶段嘛，对吧？你不是说没有这个阶段，刚才就是这个阶段。啊，现在他一个钱都不能打，啊，我现在就站在这个地方，我也不 A 兵。我就补最后一下，感谢韩某人的爹送上的大火箭，谢谢。补，补，上来我就，哟，可以。Q 你，没事，给你好，反正你打不了钱，啊。你打不了钱，我们这个时候就不推兵，啊，反正你推兵到塔下他很舒服，他能够吃到金也能够打到钱，但是我现在不推，我就让他的兵吃我的兵，他现在毫无游戏体验感，他觉得无情的折磨，但是有没有什么办法？我们用身体扛住这波兵，然后进草丛。我现在是满怒，双招有大招，这没有人敢来，帮也帮不了。他想上前蹭一波兵，就是一个 Q， 啊！他只能这么搞，他一个钱都吃不了。你看这个兵线依然保持在这里啊，很棒，折磨王打法。有人在啊，我看到了，有人看到了，伸头了。我什么你要管你几个人哦？我是花里胡哨，你胡哨你在，你在干什么？你不是胡哨吗？你在，一根鳄鱼打，是吧？不存在的。你看连我这个多少血，五分之一血都没打到。我这趟忙上来，我看到了，露头了。感谢韩某人送上的三个飞机和一个大火箭，谢谢。所以不要去试图。惹一个在前期优势且一百怒的鳄鱼啊，这是非常不理智的，因为他杀你，你动都动不了，你不要说你抓他了，不存在的啊。刚才要么杀瑞文，要么杀李青都可以，他是没有办法的，你知道吧？像这种情况，盲打野就不能来抓，不能来抓。那么作为瑞文又怎么办呢？对不对？这个瑞文他只能看着兵。又吃不到钱，只能吃到经验，而且呢，我这个鳄鱼又把线控制在我的塔前，对不对？如果你要是这个瑞文，你怎么办？啊，可能你会跟他一样，对不对？忍不住叫打野，或者上来硬杀我，然后被我反杀，对不对？啊。那如果我要是这个瑞文怎么办？你肯定会把这个难题抛给我，你看我怎么解答，对不对？那我们也是有办法的啊。我首先会打开网页，然后输入www.douyutv.com， 然后搜索606118，看这个主播学习一下，学他个一个月就知道怎么搞了，怎么破解了。感谢克利夫兰的儿子送上的飞机，对方瑞文已然挂机。哦，那没办法，你说这个他能怎么办呢？对不对？其实不能说这个瑞文打得不好，只能说
我们这个召唤师将鳄鱼这个英雄在这个时间段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啊。对，没错。好，搞定，游戏结束。史前巨鳄，你掌握了鳄鱼的一些技巧之后，你很容易能够在前期将敌人打崩盘啊。我认为呢，这个鳄鱼是这游戏里面最容易把对方心态打炸的一个上单之一啊，因为他前期的技能太强了，而且机动性又非常的高啊，滚雪球呢又非常的好滚，配合打野也很强，冲塔强杀也是小意思啊，所以像这种的话的确会很阴霸。当然了，你这种鳄鱼这种打法，如果你有我这样的一个鳄鱼熟练度和我这样的一个鳄鱼的理解，你能够很轻松的打到钻石大师，那个时候你再想用同样的方法上升的话，可能难度就比较大了。为什么呢？因为一旦达到非常高的段位之后啊，别人知道怎么应对了。哎，其实打这样的鳄鱼也是有方法的，但是英雄要选对啊，英雄不选对的话你还是没办法，你英雄不选对你谁打都很难打。什么英雄好打呢？其实好多啊，在这个版本有好多，我们比较害怕的就是最害怕的几个英雄啊，奎因、凯南这两个有可能会出现的上单能够非常轻松的蹂躏鳄鱼。当然这个对于敌方的这个操作也是很有要求的啊，他操作不好鳄鱼也是有办法的，所以我们在玩鳄鱼的时候可以考虑把这两个英雄怎么样给办掉，让他出不来。你说乌鸦钓到鳄鱼对吧，你说什么诺手钓到鳄鱼，你说等等等等。其实呢，鳄鱼这个英雄他是一个万金油啊，他其实谁都不怕，因为你打得再好，你说我这个英雄玩得再好，我知道怎么打鳄鱼，那其实你也压不了鳄鱼，或者说你很难将鳄鱼打得很惨啊。至于你说的吊打，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技能特性啊，技能特性，假设我打不过你对吧，哎，那我可以这样子，咦咦，溜了，你有什么办法？你也没办法是吧，哎，你靠近我我就给你来个 W 咬住，如果你痛不痛再强行打我就把你给带走啊。你看啊，我就现在这个装备的鳄鱼，我在上路可以轻松的一打四甚至一打五，你信不信？不信我们推线给你看啊，你让对方来抓我们。你像这种嘛一个技能你看他就受不了了啊，而且我还没有火力全开，我一旦火力全开，这个盲僧连闪现他都叫不出来，即使他是满血啊。可能你们不相信，你觉得这盲僧血量还挺多，有燃烧宝石对不对，他在这回神，看到没有，他为什么要回神？他装逼，他觉得我杀不掉他，你在干什么？洗个澡带走啊，你看他连闪现的机会都没有对吧。哎，所以刚才这一套连招大家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啊，就是哇帅，怎么放的我也想学。好，我把分解步骤告诉你。R 闪 W 点燃 Q E 两段回插洗个澡啊，记住了吧。R 闪 W Q 点燃 E 两段来回，这一套技能要在一秒钟之内全部放掉，你就可以将它完美斩杀，让它无法交闪啊！如果你做不到一秒钟，感谢老宅的大火箭，谢谢宅兄。如果你做不到一秒钟全部放出来的话，那可能别人就会闪现跑掉啊。记住要快，按键顺序要对，且不能重叠啊，一定要记住按键一定要快，但是不能乱按，不能重叠了啊，重叠就不行了。
你像刚才为什么你说二闪 WQ 点燃这一套放完我都眼睛都没眨就放出来了，对不对？因为呢当你的按键按得非常快，而且是有顺序，而且这个顺序是对的，它可以前一个技能取消后一个技能的这个前摇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原来哟，李皮，一二 A W A Q 啊，你看像这个连招叫慢慢打，慢慢揉啊，添加平 A。这一波我们要给他来个海底捞月，这三个人，我可能回家要出个寻血才能打团啊，不然他们的控制很足。哎，我发现对面好像有赢的希望和赢的可能。先恐惧我，激活我的时候，我就突然来一个先往前上，你走，你皮，你跑，一段，连。从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行，我出个水银系带，我再出个水银鞋。行，来一个红包，感觉这波有点丢人，666元。非常之生气，居然对方在少一个人的情况下还能将我们无情老二给打翻皮水。恐惧我，好，恐惧完了吧，我先吃伤害，不着急，一段两段要做复仇他就成功。十，我就是身板好，身体好，哎，这多硬啊，这多硬啊，坚如磐石，这身体，开玩笑，所以说我们还是不能太那个啊，不能太膨胀。对面还是很厉害的，能搞输了。好，走了，来，火龙吃一次。感谢想，我想看马老师送上的飞机，谢谢。好的。不能让，不能让，对方还是很强的。我们规规矩矩的把龙吃掉，把大龙吃掉。啊，让我们拖到后面，万一他的瑞文来了，把我们打输了。那岂不是奇耻大辱？就是这么头铁，就是这么硬，身体就是这么好，看你怎么说。我在吸口血，我看你怎么办。哎，死了无所谓，无所谓，反正我要回家，就把他 AD 给杀了。他 AD 风筝我，我把水银系带一出，我看你们怎么控我。这个控太多了。
感谢想看马老师送上的两个飞机，谢谢。这把他风筝不了我了啊！我水银系带加上水银靴，来把这个吃掉。不能让，不能让，这可是四打五，这要是五v五，我们岂不是要输？我先 A 点怒气，三个人，我们现在抱团，我真的不好打。好，他放眼，来捞一波，你先上去吃一波伤害。咬住！哇，这个输出太多了。我输这么高，这个 AP， 这 AP 加 AD 加起来输出太高了。哎呦！还没拆掉，还没拆掉，来把大龙收掉，我们把大龙收掉不就行了吗？真的是浪费时间。我没闪现，容易被风筝，但我有水银系带还好，主要我们人少，人少。输出全部打在我身上，有点痛。来，把大龙吃掉。他们打肯定打不过。把大龙直接打了。他们少人打不了的。来，收。节奏带起来。带这个大龙推就好推多了，快！他们俩要来，要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好，看到一个，看到一个 ADC， 鱼没给中，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一套连招，我有水银咬住。咬住，翻滚500块，哎，抱团随便打，哇，对面输出还是高啊，抱团随便打，我水银弯刀了，水银弯刀，然后再来一个复活甲，或者来一个。咸蛋超人，你这肯定打不过我，不用想。快跑，哥们儿，快跑！我靠，兄弟，我把你害了。来，水银弯刀。加上一个这个东西，魔康，出过这个，不是很好打，他们少个人的。居然能打成这样，
我推上了，你们慢慢玩啊，反正我担待，拖他们。队友去中了，哎，反正我不打，这个时候不打，啊，我就站着站着，你追我就跑。有眼，别啊！你怎么能这么打呢？用得住吗？咬住，分开站，好 ，OK， 赶快带着大 buff 推，不打架，啊，不打架。把高地拆一拆，控我没用，我只拆你高地，咬住恐惧我不解啊，我就踩你高地，溜溜球，快跑啊！这高地还是没踩掉，算了，溜了溜了。哎，他胆子是真的大啊！哎，怎么这里也有眼啊？走位。吓死我了！咸蛋超人，再来一个金身，再出个复活甲、啊、，OK， 搞定。一波一波，我来了。你往哪里跑？嗯，插眼了。别怕，这地是不是很虚弱？我也有水银的呀，那看谁快啊！我这个移速，没事，挡住你的天音波。怎么说？有花狸无少解的有点慢，这稻草人的控制是真的。小兵先给他全部推掉，把这个推土机。推土机上，谁把你打我不痛了？我有咸蛋超人了，不用理他了，不用理，不用，你不痛了，哎，我咸蛋超人一出，你还能打动我？你还能打动？你还能打动？你还能？叮，哎，拆掉，哎，拆掉，快快，拆掉，搞定啊！恭喜我就是头蠢猪获得大红包，恭喜恭喜！这 ID 可以、啊。